其气转化为身与意，体性之身现前，于一切生死，一切与一二十一同，以同一成住之理气，命运一切所化。以上即为转世教转化所依之四身。其气转化，它的转化的次第，可以讲是身体转化，开始是身体转化，再来是意转化，口，因为你持咒，咒意就是意转化，再来是意念转化，意念转化，意念转化呢？是等于三观，体性之身就是四观，四观。所以这里面身灌顶、以灌顶、意灌顶、体性身的灌顶，就是四种灌顶都在里面。以一切生死、一切与一二十一同。以同一成住之理气，利益一切所化。以上即为教是转化所依之四身，四种身就出来了。所谓的应身、报身、法身、体性身。啊，这四种身。